甚是壮观，但是巨大的扇叶运输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几十米的长度，数吨的重量，得用特别设计的卡车托运才行。如此方法在平原地带用用还行，可到了山区就行不通了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于是聪明的中国工程师们直接在卡车上装了一个可旋转的液压平台，根据路况选择最佳的运输方式，叶片的升降旋转能很好摆脱地形限制，提高运输效率，看起来就像